管检讨他，反省他，或者说是能够大家彼此激励，能够做一点功课，看看未来。那我今天听到一个非常久以来我们没有真正去面对，而全世界都在动态当中去铺自己的未来的路。他这一段话里有对今天国家组织的今天的结构有相当大的反思跟冲击，有连接国际社会，有非常扎实而实在的对自己组织的检讨，跟我们自己国家人力资源跟土地资源所要面对的未来，我们应该有怎么样的大魄力、大刺激。我在这里是为这个现在看到座位上寥寥落落的这个朋友，很认真的在这里听之下，我觉得你们是福气的，我们应该要好好。